港人港情品牌大奖2015-16最佳第三方理财服务品牌大奖，恒源环球财富管理有限公司。其实我们很开心，今年再度蝉联这个奖项。那在2015年，恒源在整个业界的话取得比较可观的增长，有更多的内地客户来到香港化吧，买了就香港很多的这个保险产品。那未来的一年，我们会投放更多的资源在我们行政服务还有 IT 的系统里面，并且与全球知名兼具实力的金融机构合作，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优质的保险产品，并贯彻 PRICE 理念，尽心为客户服务。